就是喝这个汤汤，稀汤汤，我们都是这样喝的。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面条没两根，没几根，也没有粮食了。挂一碗一碗面汤。哎，就是喝这个下面条的汤，下两根面条，喝点这个汤，放点盐吧。菜也没有菜，油也没有油。我们现在诚恳，我们河南政府部门过来救救我们，上海市政府部门过来关怀一下我们，给我们开个通行证，让我们赶快回我们老家。我们在这里如果继续困下去，可能有生命危险，真的，我们饿的时间太长了，这段时间没有正儿八经吃过饭，没有菜，没有油，就靠这些面汤维持生命。这些面汤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。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家人们、朋友们，请你们多多转发。这就是我们在上海浦东新区航金路1800号的真实写作。你看看这路边上的车子多不多？这里全是被困驾驶员，大部分都是河南、周口、安徽、山东，老家都不是这里的人，所以说这里没有人来管，没有人来问。我们在这里下雨没法做饭，不下雨的时候还凑合着可以做一顿，做一顿也就是一点点，没几根面条，滚滚，放点盐吧，因为不吃盐没有劲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没有油，请你们赶快。